们在补讲英文 A B C， 这样子我听不懂啊。我讲呗，爸爸讲。太太猪的运动会，下午来玩，这样子爸爸就会输。拔河。大家好，我是林立新安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婷安娜。Hello， 我是爸爸。Hello。我们今天玩的是拔河，现在开始选人物。这个游戏的人物，我也要出夕阳。好，爸爸是右边这两个，姐姐妹妹在那边，我们要开始拔河了。爸爸，你按一个就可以。你们轻一点。旗子一下左边。我们不要。我要拉过来了，按住比较快。你们两个。按住比较快了。按住比较快。姐姐他们力气好大啊，宝宝宝宝拉不过来，哎，我们快要赢了，赢了，拿出了胜负，好棒啊！得到一张贴纸，我们再比一场，举手抢答，拔河，一个人好不好？好，我一个人，应该电脑比较强。请问每一位玩家，爸爸要派乔治猪上场了。好，开始，按一下关。够，爸爸只有一个人，我有苏西，养陪我。开始了。乔治加油！打！旗子一上右边那个，点按钮，按正比较。妹妹，你抓住我的手了。对，你妹妹就是这样。啊，宝宝。妹妹，你压住我的手干嘛？压住你，压住我的手，压住爸爸的手。你压住我的手，不让我走。继续按钮。哎，放开我。我的手啊！对呀，姐姐快点，你们都不按。姐姐快点，边那组。佩佩猪的拔河好不好玩？好玩。好，我们最后是什么？